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取这个相同浓度的这个硫代硫酸钠跟盐酸各10 mL， 在不同的温度哦，30度，啊跟呢40度下哦，测定反应速率。当然你温度越高的话，反应速率就越快啦。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看呢 A 选项。前者反应较快，这错了，前者就是30度的。B， 在30度下反应时，单位时间内产量呢较多，这个错了。我单位时间内产量较多，就是反应速率比较快。我这个反应速率慢，这个反应速率快。这样看呢，C 选项。40度 C 下反应时哦。总产量呢较多，因为它的浓度都一样嘛，哦啊用的量也一样，所以如果完全反应的话，它量是一样的，不会说它比较多。再我们看呢 D 选项，欲产生相同的产量，后者所花的时间较少，这个对了，因为它反应速率呢比较快，所以在呢完成反应的时间它比较少。所以呢 ，D 选项是对的。